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是把公共艺术整条线都有的，嗯，而不是只有单一个车站或单一个点而已。所以这边啊，其实就是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车站好像其实就是一个景点的概念。哎，嘿，勾住，勾住，就踹他一下，不用客气耶，踹，踹，放倒，好配合，好配合啊，都配合，师兄，谢谢谢谢。哇，我们是来到。谁的家里吗？没有，这边是一个我大学很喜欢来的一个咖啡厅，但是它的地点蛮隐秘的。对啊，所以这里是咖啡厅。我发现啊，这边是猫咪哦，好像就是店里面的一个小店长一样。因为这边清朝末年啊，就我们这边离海边很近，清朝末年这边有海盗，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自保的一些防御的工事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有这个枪孔的设计这样。哇，所以这是以前三合院的保全系统，是不是？没有错，没有错的功能。这间屋子大概有90年的历史了。它的特色就是它在屋子里面居然有分好几个阶层。就是我们要在外面也在爬山，然后在里面也在爬坡，对对对，步步高升，它有7个不同的 level 这样。